我知道你心疼我，但这又不是外人，是外婆，我照顾她那是我的责任，我行的。行行行，打住打住啊，外婆还是我跟你一块照顾，我不是说我不照顾外婆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你看你妈那个态度，分明是拿我们俩当软柿子捏，这也欺人太甚了。你说你爸啊，你爸在修车厂干活，他很累，我不说别的，那晶晶她上班也很累吗？啊，菲菲也用不着24小时读书吧？大家回来为什么就不可以帮一下忙呢？对不对？你说我每天在精神病医院，我面对奇奇怪怪的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患者，我都快变成一个精神病了。回到家我还得面对一个老年痴呆，我容易吗？我又不是铁打的，是不是？抱怨完了吗？不是。行了，我想妈她这么安排呢，可能是想你是医生嘛，你有专业知识，这样照顾起外婆来会比其他人更得力嘛。不是，老公，你呢，对外婆好，对我家里人好，那就是对我好。你对我好一分，我就会对你好十分，以十分来报答你。行了，就看在老婆的面子上，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就冲你这句话，我也要照顾外婆。说好了，我对外婆好一分，你要对我好十分。十分。十分哦。十分。嗯，这还差不多。嗯，小心点，外婆。哎，奶奶，来，哎，坐坐。哎，妈，您坐这儿。嗯。哎，行了，你们都别看了，赶紧的。嗯。外婆。外婆。可怜的妈妈，你看你们外婆连吃饭的能力都没有了。没事，妈，来来来，别着急啊，妈。哎呦，这孩子怎么下手啊？来来，吃我的。嗯，闻着肉香没有，妈？嗯，呜。妈，这个卤肉它不能吃，真的不能吃。它这是高血脂、高热量的东西，吃了对身体不好。啊，这都瘦的呀。妈，您忘了，上回我买卤肉回来的时候，您不是说吃了对外婆身体不好，外婆现在生病了，怎么能吃这个东西呢？气死我了！这是我最爱吃的卤肉。那卤肉不能吃海鲜吗？哎，对对对对，不吃肉也行，海鲜也不错。海鲜也不能吃，海鲜不能吃，海鲜是高蛋白的东西。外婆现在生病了，怎么能吃高蛋白的东西呢？不能吃。吃什么呢？自家买的豆腐，那，豆腐也不能吃，真的不能吃。豆腐也不能吃啊？哦，那个不是麻婆豆腐吗？它里面有辣椒，对不对？外婆现在生病了，怎么能吃刺激性的食物呢？那倒是。到底什么是我能吃的？叫我看着呀！我做饭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一声啊？那他吃什么呀？看着。不愧是我的女儿，把我心里话喊出来了。那个，妈，妈您别着急。那个，外婆需要吃清淡的，茄子，茄子，外婆可以吃茄子。吃茄子，吃茄子。子强是大夫，说得有理，听子强的吧。吃茄子啊！对对，多吃点茄子，对身体好。你们吃吧，别看着，赶紧吃吧，吃吧。哎呦，真好。行，不错，这一碗都吃了。都吃了，来，妈，走。哎，妈，这个不能再添饭了。那个老年痴呆的病人，他不知道这个饱和饿，所以说我们要控制他的饮食，一定要控制。扣你个头！安的什么心啊？你们吃你们的。浑身都没劲儿，哎呀，直出虚汗，再这样下去，不饿死也剩半条命了，哎呀，这老年痴呆呀，什么味儿这么香啊？哎，好香啊！
应该放点醋，再放点辣椒。嘿，走着。在这吃面条呢，妈，外婆，吃上面了，饿了呀。斋，秀才，吃长斋，胡须满腮，经书都揭不开，只比自己安排，明年不请我自来。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呀？外婆，这外婆不是老年痴呆了吗？怎么吃上面了？哎呦，你外婆她拿这当那庙了，肯定经常在外面蹭的斋饭吃来着。哦，那个，妈，那面不是外婆弄的，那是我下的面，我就回头去厨房拿了个佐料来，她就已经吃上了，她都快吃完了。妈还是饿了，逮着什么东西都要吃。妈妈，你就让她多吃点吧，要不然看着怪可怜的。子强，外婆她能吃吗？当然不能吃了。我吃晚饭的时候已经跟你们都说过了，这老年痴呆病人啊，他不知道饱和饿，所以你们看吃完饭没多久他又开始吃了，回头吃撑了他的。妈，怎么办？外婆，别吃了啊，外婆，别吃了，吃长斋，吃长斋，又是长斋了啊，吃长斋，别吃了啊，走，我们想吃的时候再去那庙里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要有火龙果，下回给我带回来啊。玉萍，你也别难过。不是已经得了这个病吗？那也没办法的事儿，还是少吃为好啊。你为什么半夜起来冲泡面吃？不是，我饿了吗？我饿了就冲泡面了。我不吃泡面，半夜我吃什么呀？你明明知道外婆有病，明明知道她那个失智不知饱足，明明知道方便面的香味会给人带来食欲，你还冲泡面，你就是想把外婆害死。要说也是，家里有剩菜剩饭。你干嘛非要打开一包方便面吃呢？不是，妈，不就是想吃泡面吗？至于吗？是啊，妈，这事儿真的不能怪自强。你说他吃碗泡面，也不是故意的呀。对对对，自强不是故意的。哎，妈不刚从医院回来吗？大家还不熟悉怎么照顾他，啊，这时间长了就好了，慢慢适应了，对吧？是啊，妈，你真的误会我们了。误会什么呀？误会，这事实都明摆着嘛。他岁数大了，他不知道。这吃了一点点儿，要都吃了呢？那要是没有人看着，过十分钟又吃一碗呢？出了问题谁负责？你负责吗？还是你能负责呀？妈，小声点儿，这大半夜的吵什么吵啊？你们让外婆睡还是不睡啊？外婆睡了。哎，现在是睡下了。但是我就担心一会儿等我们大家都睡了，他又爬起来吃面怎么办？那我去吧，啊，我去吧。大伟，你明天得上班，厂里那么多事儿，你不睡觉哪行啊？啊，子强啊，这分配好的嘛，你怎么不执行呢？不是。谁？外婆，你怎么又醒了？外婆，你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
哎，这个不能喝，这个不能喝。这。哎，能，来喝水啊，喝水。喝完了啊。哎，你拿它干什么呀？哎，外婆。雨来了，雨来了。停，别喷了，你想干什么？别喷了。给我。雨来了。好家伙，深更半夜你玩这个。行，我惹不起，我躲得起，对不对？干什么呀这是？今天工作不错，时间有空了。徐大夫，你先忙，我去上班。好，行，去吧。啊，哎，早啊！大清早泡妞啊？谁泡妞？聊正事儿呢。困死了。怎么了？美梦还没醒啊？我外婆病了，阿兹海默症，昨天晚上伺候了她一晚上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不光是别人的丈夫，因为我不光是别人的女婿，我还是心理医生、家庭医生。到了晚上，我还是护工，怎么弄得跟童养媳似的？哎，你看到我这副样子，你是不是就没有兴趣当我们任家的大女婿了？谁说的？我当然有了，只要我当了任家大女婿，咱俩才能站到共同的战线上，共同抗敌，同仇敌忾啊，提高女婿的地位。你还真不知道死活呀你啊？那我们家晶晶是谁啊？我们家晶晶能看上你吗？我们家晶晶善良起来那就是天使，凶残起来呢那就是地上吃人不吐骨头的老虎。哟，你还奋不顾身地往上扑，勇气可嘉。当你受伤的时候，哥们儿开120车过来接你啊。怎么说话？有你这么当兄弟？两位好啊。哎，你好你好。哎，张大夫、我问你个事儿啊，我那外婆的检测报告怎么样？有点怪，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显示她患的不是阿兹海默症。不可能啊，我那外婆都犯病了。这就是我感到几个奇怪的地方，不排除是渐进式的，再继续观察一段时间吧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好啊。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没犯病。不可能啊，她犯病了，怎么没病呢？慢点啊。师傅，哎呀，师傅，你小心点儿啊！哎呀，这要砸着我徒弟，你说师傅万一砸着你怎么办呢？师傅，你整天家庭事业两头忙，身体能受得了吗？没办法呀，作为一个男人嘛，维护家庭是必须的责任。哎呀，哎，有客人来了。哎呀，嘿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不知道搞什么业务？你没变，还跟当年一样漂亮。怎么能不变呢？都30多年了，老了。真没什么变化，就是比当年多了几分成熟的韵味。是半老徐娘的韵味吧？还跟当年一样幽默。哎呀，倒是我呀，老了。你过得不快乐吗？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当年既然下了那么大的决心，决定要牺牲咱俩的爱情，去娶恩人的女儿，你就应该学会放下，忘了我，忘了属于我们俩的一切。我试过，我非常努力的试过，可是你越想忘了他吧，
他是如影随形的，就跟着你。哎，有时候我想，如果当年我老丈人没有救过我，可能结果更好。我如果死了，就没有这些烦心事儿。你的生活真的有这么糟吗？哎，别净说我了，你呢？你嫁到国外幸福吗？很难说清楚幸不幸福。他对我很好，很照顾我，给我富足无忧的生活。照现在的世俗和解读，是幸福的。可是我始终觉得，心里有一块地方是空落落的。其实我和你一样，当年以为离开了这块伤心地，远嫁国外，就可以把一切伤心事都给忘了。但事实上，我这三十多年来，我从来没有一刻忘记过你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问。我呀，跟三十年前一样，平平凡凡的，让你失望了。我佩服你，真的。年轻时候的一个承诺，能让你坚持三十多年，这一般人是做不到的。哎呀！哦，对了，莹莹呢？她过得还好吗？莹莹过得虽然不顺心吧，但总算是熬过来了。不过你别难过，莹莹嫁人了，嫁给一个不错的小伙子。真的？她结婚了？哎，那个小伙子啊，是个医生。叫曾自强，哎，那人不错，心眼挺实诚的，对莹莹可好了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哎，大伟啊，我特别想见他们，能不能帮我把他们约出来？我想见他们俩。当然可以了，这事儿我来安排。哦，好。哎，喂，大伟。啊。糟了，妈不见了。啊。怎么样，爸？妈找着没有？你问你闺女吧。没找着啊？我跟莹莹，我们俩这附近啊，都去了，腿儿都给我跑细了。你说她能去哪儿？哎，你们俩不是看着吗？怎么能把人给走丢了呢？我在里面洗衣服，我想妈在外面看着呢，谁知道一转眼，外婆就不见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上个洗手间的功夫，人就没了。你洗衣服他还在呢，你洗衣服的时候你怎么不一边洗一边回头看一眼呢？哎，行行行，别怪来怪去的，现在先把人找着，这是正事啊。那你回来干嘛的呀？你回来是来批评我的？行了，妈，你也别着急了，爸，咱们再去找找。赶快找去。爸，我已经在车上了。啊，哎，外婆找到了没有？好的，别着急啊，我马上就回来了啊。哎，停车！停车！停车！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，是昨天剩的，我不要，给我换新鲜的。还挺明白，这肉啥味儿都吃得出来。老人家，您慢慢吃，慢慢吃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
这还差不多。他到处乱跑，就跑到这儿来了。外婆，妈，外婆，外婆，妈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您看外边车这么多，万一出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向爹跟玉萍交代呀？就是啊，你找谁啊？上我们家来干嘛？出去！怎么又不正常了、啊？跟变戏法似的。外婆，我是莹莹，我带您回家好不好啊？哎，风来了，雨来了。哎，外婆，外婆，风来了。啊，妈，雨来了。家在那边呢。哎，对，妈，家在那边。外婆，你回去吧，好不好？来，那边。外婆，走啊。哎，我要回家。下吧，下。回家。不对。看来这里面有问题。小心啊，妈，小心。妈，外婆，我们找着了。有妈，来，这样。外婆，慢点啊。到家了，妈，您坐这儿。外婆，坐这儿。到家了，坐这儿。来，您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呦，妈，明儿您要是出走，您跟我们说一声行吗？我们找您找的半死。你谁呀？玉萍啊。啊，玉萍谁呀、啊？你们在哪儿找的妈的？咱妈一个人坐在公园里边，嘴里边唠叨着要回家，看着让人心酸。到家了啊，到家就踏实了啊。哎，外婆呢？外婆呢？哎呀，外婆呢？外婆找到了，啊、刚找到的。啊，找到就好，找到就好，担心死我了，真是。行了，大伟啊，你先回去忙去吧。哎，回去。喝口水吧。不喝了，不喝了。自强，你也回去上班吧，这交给我就行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医院已经请过假了。哎呀，哎，外婆在外面流浪了很久，一定很饿了，是不是？别愣着，给外婆做一大碗面条。哦，吃面吧。对对对，快去。外婆，外婆，来了来了，外婆，饿坏了吧？来，您看，我煮了一大碗面给您。啊，来，外婆，可香了，我特意做了一大碗，来吃，吃得饱饱的啊。外婆，来，吃啊。啊，张嘴啊，外婆，外婆，张嘴啊。你看，不吃。外婆，我来，我来，我在外面都闻到香味了。来，妈，哎呦，真香哎，妈您张嘴啊。我们小时候您怎么喂来的？您就说啊。是啊。啊。妈，要不你们出去，我来试试。啊，你，行吗？我是医生，我有耐性。外婆来，吃面条了啊，来。啊。哦，真的不吃啊？不应该啊！哎呀，这个老年痴呆病人应该不停地吃东西的，为什么外婆会不肯吃呢？外婆，你在外面吃了吗？啊！哦，哎呀，外婆您吃面条了啊！哎呀，这就对了，这就符合一个老年痴呆病人的标准状况，对不对啊？外婆，您自己慢慢吃，我去外面上个厕所啊。来来来，外婆，您抱着抱着吧，慢慢吃，千万别着急，吃完了叫我一声啊。啊，哎，这个死自强，存心要把我撑死啊！哎，
不对呀，今天自强说话怪怪的，难道他已经怀疑我了吗？哎，不可能啊，我没暴露啊。哎呀，为了不让他们怀疑，我只能把这碗面吃了，可哪吃得下呀？哎呦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在外面少吃点就好了。哎呦，装痴呆容易，恢复正常就难了。我怎么下台呀？吃完了没有啊？外婆，你把面都吃完了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吃完了！老婆、丈母娘，你们快来看哦！哎，怎么样？吃完了，吃完了！哟，你真有办法！外婆这么大一碗面都吃完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的标准状况，他会不知道饱饿，他会不停的吃，不停的吃，不停的问你要。不会吧，外婆都吃了这么大一碗面了还要啊？那当然了，你不信现在问问他，他肯定问你要啊。不信你问去。不会吧去啊。外婆，您觉得还饿吗？还吃啊。你看你看子强，那外婆以后就这样了啊？你外婆以后这样能好吗？这怎么办呀？那倒不一定，按理说这老年痴呆病人呢、他会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清醒，但是为什么外婆她一直处于糊涂状态呢？哎呀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臭小子，干嘛不早讲啊？吃完了吃完了，你看外婆真是太能吃了。哎呀，真是可怜，没想到外婆会得这样的病。我告诉你，外婆什么病都没有，她好好的。你说什么？好好的？老公，你没看见外婆都病成这样了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拿外婆开心？真是的。外婆平时霸道惯了，这回终于抓到她的把柄。莹莹心肠软，让她知道我要对付外婆，一定不答应。还是别让她知道的好。谢天谢地，到底也该让我出口气了。去叫外婆。哦，我来了。嗯，干嘛都瞪着大眼睛看着我呀？妈，您是清醒的吗？我什么时候不清醒了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外婆，这是几啊？五啊！干嘛问这么幼稚的问题呀？外婆，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叫什么名字？你呀，晶晶啊，我的好大外孙女儿啊！哎，你快听听，外婆她说话清清楚楚的，她病好了。病。啊，我什么时候生病了？啊，外婆，您前一段时间得了老年痴呆症。老年痴呆？哎呦，笑话，我这脑筋哪灵光的很，怎么可能得老年痴呆呢？嗯，妈，您这些天确实表现得奇奇怪怪的，您一点都不记得吗？嗯，我真记不起来了，我都做什么了？哎，外婆，您发呆，一动不动的，要不就到处乱跑，还说什么什么风来了，雨来了，就是您那个出去就找不着回来的路，害得我们大家四处找您。而且您吃完了，您还要吃，不给您吧，您追着要吃，您连我也不认得了，还经常赶我回自己家里，真有这么回事啊？嗯，我怎么一点都记不起来了？真不好意思。让大家担心了，妈，
您这饭都快凉了，赶紧的，来，咱们吃饭吧，好好吃顿饭。各位，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，那就是阿兹海默症啊，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病症，它有可能随时清醒，但是也有可能它随时糊涂。哎，不是，你的意思是说外婆随时可能又糊涂了？对啊，所以我们要密切注意外婆的病情啊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清淡。妈，咱不吃肉，咱们吃豆腐，豆腐健康。天哪，现在清醒了还不行吗？你何必赶尽杀绝呢？外婆，您一定要配合我们对您的病的这种治疗，万一您再糊涂的话，您辛苦，我们也跟着受累。吃饭，吃菜，吃菜。外婆清醒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哎，我觉得好像很久都没有这么轻松过了。哎呀，外婆清醒了，你真有那么高兴啊？嗯，我倒是觉得外婆糊涂的时候挺好，至少她糊涂的时候不跟我们找茬。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嗯，好，你是希望外婆不找你的茬，你就让外婆继续糊涂着？你也太自私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我也不想外婆生病嘛。你说外婆病了，我晚上还得照顾她，我睡觉都睡不好，我白天工作不好，所以我也不想外婆生病，对不对？嗯。爸。嗯。什么事儿啊？为什么不能在屋里说呀？你妈呢？我妈，妈在外婆的房间，好像跟她说话呢。对啊。怎么了这是？怎么啦？哎，明天啊，你俩想办法从那个家里边出来，别让他们看见。然后啊，你跟自强会合，啊，到那个上品西餐厅，有人想见你们。去那儿干嘛？那边很贵的。是啊，爸，你搞这么神秘，到底谁要见我们呢？赵丽阿姨。赵丽阿姨。最近刚联系上。天哪！我们有好多年没见了，是吧？是是是，他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变了吗？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好看呢？跟以前一样漂亮。哎呀，他一回来就说要见你，而且他说在美国的时候特别想你。我也想他。哎呀，真是好多年没有见了。那赵丽阿姨是谁啊？赵丽阿姨啊，她是我爸她我爸以前一个朋友，他待我呀就像亲生女儿一样，特别的好。只是我五岁的时候他嫁到美国去了，对，现在才回来。大伟，在这儿呢。这么晚了还不进屋啊？怎么在这儿啊？闲聊天呢。对，闲聊天呢。啊，聊什么？不是，我在问自强那个怎么照顾妈，咨询一下。嗯。啊。嘿，你们三个人的表情怎么鬼鬼祟祟的？我们怎么了？什么叫鬼鬼祟祟的？没有啊。不要结成小同盟啊，别耍花招。老婆，嗯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嗯，刚才你跟你爸干嘛那么紧张？为什么不能让你妈知道我们去跟赵丽阿姨吃饭？嘘，干嘛啊？我告诉你吧，赵阿姨其实是我爸以前的前女友。哎呀，反正从小到大，在这个家里，不许有任何人提起她的名字。哦，明白了。原来是你爸的前女友，嗯，这么多年了还保持联系，那就是红颜知己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呢？你说，照我丈母娘这脾气，她要是知道这件事情，那家里还不得闹个你死我活的，不会出人命吧？行了，你别乌鸦嘴，别瞎说。我可再三叮嘱你啊，以后啊，你千万不能在妈妈面前提起赵阿姨，更不能让她知道我们见面的事。明白。否则的话，
这家里就该乱了。最可怜的人就是爸爸。其实听你这么一说，我现在对赵阿姨倒是挺感兴趣。你想，我丈母娘的情敌。走啊，妈！哎呀，你买菜就去买好了，干嘛一定要把我压到这儿来呀？妈，您看云云今天不在家，不能照顾您，我去买菜去，我带着您也不方便。您这会儿清醒，您又犯糊涂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再糊涂了。不行，放大伯这儿看着我放心。走，小毛，干嘛？你师傅呢？不在。小毛，你回头看一眼我是谁。哎呦，师娘，你师傅呢？师傅去试车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试车去了？啊，那时间不会太长，我在这等着他。小毛，啊，你师傅这个点不会关手机的。你说不说实话？就是失车了，失车，失车！你要跟我撒谎，你就死定了。亲，莹莹，莹莹，赵阿姨很想你。阿姨，我也很想你。你走这么多年，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二位小姐，这儿还有两位男士呢，我们都饿了。来来来，坐吧坐吧。坐回家。来，这位就是自强吧？对，我就是曾自强。赵阿姨你好。你好。好，真好。我们莹莹啊，从小就很可爱，长大了就更漂亮了。阿姨还找了个这么帅的丈夫，难怪你爸爸这么喜欢他呢，已经在我面前表扬他半天了，说他人品好，心地善良，能得到你爸爸的认可很不容易哦。莹莹啊，阿姨替你高兴。谢谢阿姨，爸爸也经常提起您呢。赵阿姨，在国外这么多年，你生活得好吗？莹莹，啊，这个是阿姨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，祝你们白头偕老，永远幸福。赵阿姨，这个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怎么不能收啊？阿姨可是从小把你当女儿的，你要是不收，阿姨会生气的。那我就收下了，谢谢阿姨啊。谢谢谢谢赵阿姨。哎呦，谢什么呀？哎，不是说饿了吗？服务员，上菜。哦，对了，莹莹，嗯，阿姨决定留在这个城市住下，不回美国了，以后会常和你们走动哦，欢迎吗？当然欢迎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那你们现在住在哪儿啊？啊，我跟莹莹现在暂时住在我岳父家，挤一挤。哦，那地方很小，怎么住啊？哦，我们在客厅临时隔了一个小房间。在客厅，嗯。
这怎么住啊？那起码也得有个像样的房间吧。哦，阿姨，是这样的，其实呢，爸爸妈妈一直说要腾一间房间出来给我们，但是我和自强，我们坚持要这么做。这件事情说起来怪我，是我自己把我那点积蓄呢拿去倒腾股票，然后全套牢了，所以呢，真是苦了莹莹了。我没有给他买一个像样的房子，啊，当然了，这件事情真是要感谢我老岳父了，是他收留了我们，让我们在客厅里面挤一挤，这不挺好的？其实这样也好，省得我们出去租房子了，是吧？大家挤一挤，蛮好的。是啊是啊，阿姨，挺好的。蛮好的，蛮好的。师傅，师傅，大祸临头，大祸临头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师娘和外婆在里边呢，在就在呗。你跟他说什么了？你呀，妈，妈，外婆，哎，你们三个怎么在一起啊？想要笑成花，想爱他，要学会讲笑话，要真的几朵花，家里面还要潇洒。没办法，一个头两个大，他的家我的家，用爱连成一家。快乐就是和他一起快乐啊，坠落他眼中流泪的沙。幸福就是和他一起幸福啊，牵他的手走在夕阳下。快乐就是和他一起快乐啊，哪怕满天狂风暴雨下。幸福就是和他一起幸福啊，直到白发满最美乐呀。快乐就是和他一起快乐啊，坠落他眼中流泪的沙。幸福就是和他一起幸福啊，牵他的手走在夕阳下。快乐就是和他一起快乐啊，哪怕满天狂风暴雨下。幸福就是和他一起幸福啊，直到白发满最美